利未记第十九章第十八节，不可为死人用刀划身，也不可在身上刺花纹，我是耶和华。如果你有了圣灵印记，你又走去纹身的话，那么呢神就会否定你的。因为为什么？因为圣经有没有讲过？有讲过。而明明有了神的印记，你又走去落了另一个印记，那么换句话讲，帮你刺青帮你做纹身的那个师傅呢，就以后是你的主人了。因为为什么？这个是神承认的。在旧约他承不承认？旧约承认。因为为什么埃及是这样做？但是问题在摩西的律法书当中讲，以色列人都要这样做的。咁甚至去到新约嘅时候咧，神都照做添。嗱，咁所以变咗喺信主之前咧，你有咗纹身，冇得讲啦，因为你都唔信主，你属于纹身师傅嘅，你都认命啦，系咪？因为呢个系神去睇嘅，甚至神系喺撒旦面前都认可嘅，就系边个帮你纹身，你就系属于嗰个人噶啦，你嘅生命，你唔会祝福大得过佢噶啦。咁样嘅神咁样睇嘅。好啦，咁於是乎呢，你啊即係信主之前冇得讲啦，但你信咗主之后呢，神就让你转咗个主人，咁你就属于神㗎啦。就算你身上有纹身，最好当然洗咗佢啦，有办法㗎话。但就算冇呢，神就让你转咗个主人，甚至让你受浸，你转咗一个主人啦，你要称呼主耶稣基督系你嘅主啦，系咪呀？而家你就明白啦，当你称呼佢为主嘅话，神让你圣灵充满，恩膏喺你嘅身上。好啦，但而家调翻转，一个基督徒佢信咗主，有圣灵的印记，但他走去刺花纹，他走去纹身。在那一刻纹完了这一刻之后，神就厘定了，因为他一定要交代这段真理，他不会背负自己的，他不会为这些基督徒走去纹身的衰人去背负自己的。由那一刻起，神就看这个所谓基督徒以后都不是基督徒了，他就是属于了这个纹身师傅的，就是这样的。就是神咁睇，如果神承认呢样嘢，佢就唔会用圣灵做印记啦，系咪？但你用得圣灵做印记，佢就一定要承认呢个原则啦，因为呢个原则系佢教嘅，系咪？佢唔会背负自己嘅，咁所以点解就话所有基督徒咧系唔可以有纹身嘅行为嘅？你纹身嘅话咧，你就系否认咗主耶稣，你唔单止系否认，你系接受到另一个主啊！因为纹身系嚟自咧最早最早嘅系嚟自神一个承认嘅仪式嚟嘅。这个仪式不理你做得认真定不认真，但在属灵里面永远就是等于落了一个的铁一样的事实，就等于你不理你承不承认，政府就绝对照着法律的这些的行动去做的嘛。譬如举一个实质的例子，每一间屋都有个屋契，不理你是被人呃或者是什么都好，这个屋契如果转了这个拥有者的话，并且个过程当中是照足这个法律行为去做的话，那政府就是成为背后的 backer 了。那样东西是被政府承认，因为政府立法出来的嘛，是一个法律来的嘛，是政府承认并且是他提出先的嘛。所以当很多这些交易在律师楼做的时候，都是转这个政府所认为合法的，甚至是加上印花税啊，有埋律师啊，有埋签字啊，做晒这些手续的话呢，咁就正式易咗手㗎啦，係咪先？即係无论你之后你话我唔算数，但你唔算数嘅时候，咁你当时又照足晒去做。但我唔清楚，你唔清楚去做嘅话，呢、这个就係成为你嘅 punishment 啦，成为你嘅惩罚啦。就好似好多基督徒佢话我唔清楚，但问题呢段经文一路都写喺圣经里面㗎咯，而其实喺基督教里面常常都提完又提㗎喇喎。我因为我唔系太清楚，咁圣经都讲唔系话你凭着太清楚去上天堂，系凭着信啊嘛。嗰节竟然写喺圣经里面，神就要求你去信咯。佢唔系要你去到太清楚嘅程度底下，先至决定做定唔做咯。明唔明啊？所以基本上在我睇啦，信咗主之后仲走去纹身嗰啲人系冇得救嘅。我哋都要翻石安或者咩？佢起码冇咗圣灵嘅印记啦。咁但系冇咗圣灵嘅印记嘅人咧，喺佢有生之年，佢点努力都好，佢最多都能够成为旧约嘅基督徒。即系换句话讲咧，佢有生之年咧，无论佢点做，一个小小嘅刺花纹啫，我讲紧一个吓、我哋称为呢一啲嘅纹身啫，就导致佢有生之年都冇可能成为童女，亦永远冇可能成为新妇，佢只可以成为宾客嘅啫。有生之年，仲要佢尽晒力，甚至佢殉道啊，或者甚至佢有生之年做牧师啊。
咁佢最多係能够做到賓客㗎啫。即係当年啦，当我见到 Top Benny 呢，哇，佢信咗主之后呢，佢每一年都不断增加呢一啲嘅紋身，我就知道收工呢个。我直成跟住之后完全唔睇嗰啲记载呀、啊、执不楞嗰啲嘢呀，证明呢个死硬呢个人。因为佢有生之年无论佢点做啊，佢最多只能够呢系乜嘢成为賓客。好啦，另外一点呢，就是他有生之年能够有上到他身的灵呢，都一定是邪灵，是不可能是圣灵。因为为什么？因为圣灵就是神给我们信仰的印记来的嘛。就是说你已经将这个印记由圣灵转了另一种，你转了另一个主人。当然可能做很多人不断在他身上去找这个纹身，有那个纹身，有这个纹身，那就等于一个人买一间屋，经过不同的手续将这间屋转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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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转了很多不同的手。但是每一个过程当中都全部合法的噃，咁最尾我问下你属于边个，系咪再属于翻呢个人嘅咧？绝对唔系噶咯，呢间屋就已经属于另一个人噶啦噃。而嗰个人甚至唔系啱啱佢第一个转手嘅人，系可能转咗十手嘅人。所以变咗你要睇到周身纹身嘅啲人咧，根本就已经系吓，即系我讲紧基督徒啦。非基督徒咧，佢仲有一嚿，佢信咗主之后，佢即刻戒绝晒呢样嘢。咁咧，即系当然啦，嗰个祝福都会少好多。但系问题，嗰啲信咗主之后仲走去玩呢啲嘅时候咧，你话不知者不罪啊，又或者唔系好清楚啊，咁样咁都够啦。因为所谓唔清楚、不知者不罪，已经唔系一个藉口，唔系一个理由啦。吓，神嘅圣灵就唔会临喺佢身上嘅。呢、这个就系点解神让圣灵临到我哋身上嘅时候，系让我哋分别为圣啊嘛，分别咗出嚟噶嘛，唔去效法呢个世界噶嘛。利未记第十九章第十八节。不可为死人用刀划身，也不可在身上刺花纹，我是耶和华。主爱惜可恩，刻记于我心，常在心中安慰，常陪伴我前行，这真爱不变更，以真理辅助领引，愿我愿投靠主恩福音。纵使日月也昏暗，上帝真理终不变更，纵山摇地也坍塌，我神话语中的指引。愿我信靠神真理，发光驱散黑暗，以赐心意灵兴奋，带着信心再没疑问，愿尽意尽性尽心来回报上帝心恩。愿我主恩惠和真理，是我心依靠，是一生灵魂。